请起立。今日，请坐。大家好早。昨暝睏袂好势，举手看麦。哦，为什么？为着讲。啊，有棒哦，唔是讲哦，今日来到遮，哎呀，非常哈、啊，非常好，安尼都困袂去，安尼哈，哈、啊，棒来吸一个你的血哈，好、啊、留一个了以后哈、啊，台湾有希望，啊，做功德哈，好、啊、感谢哈、啊，我叫沙凯，沙凯新甘曼，啊，迄、那个流氓政府叫我讲陈清莹，清清莹莹哈。啊结果拢无忘吼，所以我记着1982年的时候，我会感觉讲不对，吼、哦，我着马上讲，我爱讨阮家己阮爸母，从细汉生出来了后，头一次甲我讲，你的名叫沙凯，我回复我的名，啊、哦，何正师傅说讲不行哦，这不能改的、啊，是吧？为什么？迄是我的名耶，是安那袂当袂当改，伊讲袂当，我甲我刁。调到尾也无法度，嘛是讲改啦吼。改到尾啊，伊就讲沙卡伊，吼、哦、沙卡伊有人讲诶沙先生，啊、我歹势我毋是沙先生吼、哦，我毋是沙先生，所以讲流氓政府吼乌白来吼，或、哦、者所以我诶名就好听，就好念诶啦吼、哦。一改、两改、三改，啊对，想到三改就是我，吼、哦，无要紧，咱来到遮第一改，吼、哦。未，那是讲无得到遐尼济，第二届过来，第三届我甲你讲，你拄到人的时候，你得讲，哎，来来来，我甲你讲，好、哦，我三届去边遐吼，得了解台湾民政府有影是对咱是有未来、有毋忘的，安尼好唔好？哦，未来就爱安尼吼，感谢。即那是讲啊，咱好多，我说我无啥会晓讲啦吼。那是袂认同的所在啊！啊，请在座的本土台湾人爱体谅一下吼，因阮高沙民族，阮这红衣族，高沙民族为昨昏到今日啊，何秘书长安尼吼笑眯眯安尼，哦，我秘书长很少笑呢，因为有你在那边笑，什么可以，哪不可以安尼？可以也是你讲的，不可以也是你讲的，那个小三可以吗？啊，不行哦！你是安怎？暗时啊，困了时刻，结果是不行哦。啊，哈哈，啊，唔啥改了吼。今仔日来到家吼，非常欢喜哈。啊，恁来到家，看到电管哦，电风扇遐尼济，看到边啊，还佫有冷气、杂气。咱家一支头一支来到家，啥物拢无，你知无？糖啊！吼、哦，暖酷酷，迄个棉被也无，啊，迄当阵是冷甲吼，比比错，棉被无三四个都安硬揢，揢烧啊，你看偌可怜嘞。但是今仔日咱这家遐尼舒适，无头前迄个人，迄几个伫啊努力拍拼，咱今日冷气也无可能有，电风扇也无可能有，所以咱是毋是爱感恩？来为着咱前辈，咱鼓励一下，好唔好？来，这就是本土台湾人爱有的哈、哦，要有的精神。今日来到这，我的主题就是讲回到历史的原点。但是咱在这，我相信啊，我也从为美国来，也阁有一个帅哥哈，电脑梯边遐嘛是外国人，啊讲我要加入你们高沙国，哎呀！然后说他一直跟我说你是你是台湾的，咦，台湾，我是台湾的。他说你会说台湾的话，马拉鲁索，对你，你马拉鲁索，没听到，你马拉鲁索，啊，对你，啊，他现在要皈依我们高沙民族，啊，所以呢，我，一些他的女朋友是我们高沙民族的这个主任秘书，啊，他就说台湾高沙族，哎呀，是非常优秀的啊，不是迄个流氓政府讲的原住民，原住民是逐渐和你完全的毁灭。
我离开高雄，到高雄住33栋。我有一次参加高雄市的议员选举，要去找我的身份的时候，我甲讲，顶管遐高，三地同胞无去啊。我說奇怪，为什么没有三地同胞呢？没有啊，这个你们登记里面就没有。已经过五栋，你住市内五栋也是自然消失，所以不怪迄栋哈，迄栋年哈。永远拢是380,000，吼、哦，经过五档啊380,000，到十档啊380,000。阮高沙主席，你无生囝呢？你没有给他很努力的生吗？啊，无准生啦！哦，高沙民主给好咱家台湾人吼，都变成他的身份是自然消失了。啊，我传吼、哦、咱河南人，咱台湾人传到永远一起台湾人。跟我高沙民主没有关系，选起的也是选伊的，无可能选因翁啊！啊，这不是非常离谱的所在。所以呢，今仔日来到这，我也感觉讲，大家拢非常努力，以前出钱、出力、出时间，走路、走街头，为了什么？为了台湾！大家讲个足大声呢，我为了台湾，非常努力的，哈、哦，努力拍拼到尾啊呢，走来走去，咱就失望。汪登基早期是民进党的足亲的，为了选举，吼就开始拍拼努力去宣传，到尾啊，佫转到建国党，啊，佫靠牵到台联党，咱拢安尼啊，啊，说来说去，说到尾啊，嘛是同款，无望啊，是为虾米？绝对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行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失望。感觉讲这种的，我以后无要插啊，无要拔啊。到尾有一天，有人讲来，搁听一摆看卖。这台湾民政府绝对是了，讲歹势，免搁讲啊。我即卖年岁高啊，哈，我搁来就第三支脚行路，第三支脚行路啊。啊，我讲无要插啊，以前出钱出力，出到有影人讲我笑的。结果呢，来到这，有一天我听到秘书长讲的。但那是爱了解台湾的主权，我们要认识台湾的主权，要放下你的感情、你的情感。我讲奇怪，放下我的情感，那有可能的代志？哈、哦，了，伊讲你今天若不放下你的情感，你没有办法认识全貌台湾的主权。嘿，当年听到了，我也感觉，咦，袂歹呢，这股论述袂歹呢。你要讲，咱努力打拼，结果是，吼、哦，拢徛这条路。阿小我隔壁一间门拍开了，台湾民政府法理的论述，徛伫法理论述，为国际法、万国公法、旧金山合约，一步一步安尼啊，一夜之间安尼开了，讲啊，这条路有影是咱要行的路。我为迄摆开始就努力就一摆啊，努力一摆，佫拄到一个选举，哦，讲蔡英文呐、啊，吼、哦，迄条气势毋是足好，对不对？足好，阮的啊，秘书长有宣布讲，咱参部这哈、啊，绝对袂当参部选举的代志。啊，了后有一天要选举的隔天，哎，就吼，迄摆我坐伫遐，阮太太讲，哎。明仔载要选举呢，你啊最起码这票一定爱当爱迄落啦，要投下去啦。我讲，我无需要迄落，我感觉讲经过这种的训练了，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发现我不能再支持流亡政府体制下的民进党。我问太太讲，吼、哦，你笑的呢？哦，伊就甲扑一个拍架呢。后面在面来传你去迄个啊，病院啊，医生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效。阿公太太啊，一直在等啊，我拢听你的。今仔日，我有一个空间，我坐伫遮，我无要去选去。好，伊就去匹配地搞安尼啊，搞咩？但是到尾啊，我发觉讲，我选择的是对的。咱安那努力打拼，支持民进党，民进党也是伫只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对不对？所以呢，你支持他，你就等于支持流亡政府嘛。安尼啦，我经过安尼，我就个觉醒啊！啊，
我选择的是对的，我感觉来得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好，我就安尼认真打拼，努力搁行，安尼来愈行愈感觉讲袂歹。但今仔日啊，有一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天罗黑看咯，面头前，我有次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因的时，我就想讲啊，随着我阿妈有囡仔的时。奶奶哟，奶奶哟，妈哥我靠我一奶奶哟，奶奶哟，我唱到这，我的靖国神社目屎就流啊！我就讲今仔日来到这，原来我耳朵上讲，咱是日本人。迄当年我唔知无感觉。当我唱一条歌了，我会感动，自然目屎流的。老家讲，有影是非常的感动。今日老家家亲手倒转来，到阮爸爸的怀中吼，怀中啊，因为我爸爸从细汉就甲我讲，我就是日本人。阮我岛上的名就是伊万摩托塔克尔上，哦，我卡上卡兹威上，哦，我妈妈是台大，日本是台大的病院护士。我爸爸是啊，消防队，就是讲行政院消防署的中队长，日本时代哦。你看迄当阵，那是讲留起来，保留起来，无38军进来，我今仔是好鬼干呢。结果啊，哦，38军抬阮爸爸迄部队27个，阮学堂上迄当年是拄好采买伊处理啊，扣掉。回来时有一个啊。小部队长，因为部队出来是对着阮老爸讲，太局长阿不奈，阿是鬼干来，不袂危险，危险一边袂当去。佮哪只？为什么？都是的，因为你做小队长，使命是不是很强？一个部队变了，他必须要去怎么样？去征求呢？完了我说，呀，一个红灯你鬼哦！好，当时迄当阵那小部队长就出大的撩阮老爸，阿公袂当。迄当时，阮学堂上甲我讲，迄当时拄我想到恁妈妈，想到阮妈妈的时，伊就讲啊，就较放落去，安尼好。我来去问，我所爱的卡斯威斯，伊就去台大病院讲，即卖局势袂动啊，啊袂动啊，咱一定爱走出来，咱无走出来，咱可能无时间啊。结果伊走出来，走到阮舅妈大楼，然后。迄个宜兰大同乡松罗，就是迄个松罗国家步道遐。好，松罗国家步道，咱爬起哩，有咱去松罗国家步道遐唱，捌去无？有吼，哦，我那一个人尔吼，哦，迄石头遐就是我生的所在。阮爸爸哦，国民党唔放呢，一直堆呢，堆到尾遐无法度，阮爸爸就去走七度。煤矿坑，遐三冬，米遐三冬，拄啊！我妈妈巴肚是怀我，生我妈妈家己煎，家己生，家己煎，家己生。我是小弟遐，迄当阵我也唔知，但是平差年出来了，我爸爸阁哄你，讲你哋吼，可以做一个山林警察，专门伫管迄个山老鼠，但是是借刀杀人呢。三年警察带迄落一个人尔，袂当两个，一个人派阮爸爸一个人尔。头前四个人，后壁八个人，随时安尼踢一个，伊就死啊嘛。吼、哦，甲聊到三星分局，聊到三星分局，迄枚阮学堂上有影足有迄落个性，讲啊，分局长讲爱关起来。阮学堂上讲，我保证免关，互伊转去。安尼，阮迄边遐个朋友，阮爸爸个朋友，足好，足感谢阮爸爸。迄当年本来是要关，伊就甲放起来。经过这样的来，所以阮学堂上到尾，阮做兵的时讲，你无论安怎，你绝对袂当参加任何的党安尼。哦，无甲我讲哦，我就讲，我就所以讲，我到尾啊拢无参加任何的党。有一次拼命命要选去的时，阮学堂上敲电话甲讲，撒开。我进前到尾啊拢无甲恁讲爱支持啥物，但是这个人你爱支持。这拼命命，这个人是人格者，你爱支持。我讲奇怪，爸爸，你不是讲无叫我免参加，免安怎？为什么这个人安怎？迄当阵我伫南部遐做伊个迄落啊拼命命迄落，我嘛是伫电台，哦电台差不多做台长，
我了啊，就为着平平安尼做。迄当时我慢慢来了解政治的问题，我以前都唔敢，无要插政治的问题了，我就笑啊，变成为着迄落为着台湾努力拍拼。今日恁来到遮，你爱会记，毋是为着你甲我呢？咱有几当会当活伫世间，对不对？咱若是无为着咱的子子孙孙，来互用心来听，必须着迄落怎样讲的？这你伫外口听无的，你敢知？外口听无的，今仔日独独来到台湾民政府，甲咱同款参加初级班的时，咱就去了解讲啊，原来台湾的主权毋是咱，毋是咱即摆的手中。台湾即摆的主迄落主权，主权是啥物人的？啥物人的？大声讲一下，啥物人？日本天皇，毋是日本国哦。吼、哦，爱了解一点代志，了解了，咱两个大声讲：台湾毋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嘛毋是中国的，台湾嘛毋是你的，台湾是日本天皇下骹。了解了，感觉都无同款，对不对？所以恁今仔又非常福气，但是秘书长啊，有滴讲，尤其暗时啊，伊就讲啊，伊就安尼啊，唔知要安怎行。迄种的心情，我会感受，我嘛唔知，我都唔知要安怎用什么啊、原意，可以做一个安慰，我嘛唔知。但是伊就安尼呢，讲啊，唔知要安怎行。为什么做到遐尼济心情遐尼慢？美国讲嘛，心情你都爱做出来，爱经过吼，迄、那个高级班训练一定爱四千个。咱今仔日免想讲，有个人讲啊，阮囝处理都无钱啊，美国是毋是爱提钱给咱？顶回必须对有滴讲，美国讲的哈，你一个技能，边啊足济会当食的物件，你家己无补起来，你要哪读？迄边仔的物件，艺术疾病嘛，啊、哦，很清楚。你是一个鸡蛋，你说一直要，你要扑起来，要扶起来嘛，对不对？啊、哦，我们高山民主，像很多人就说不行了，国民党你要有恩典呐、啊，什么恩典？啊、哦，给他提毒给你吃，你也讲感恩哦，对不对？咱台湾人有影足戆的。所以爱觉醒，今仔日来到遮，你有影是福气啊！今仔看到讲遮台湾民政府为着咱的子孙，咱回头讲有一天，咱要努力打拼，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呢。你这件无努力打拼，我甲你讲有一天，恁子孙行过的时，讲我头甲你看，阿公，迄年是你的机会。你无为着我打拼努力去做，这桥敢若迄间尔，我永远都无得站到迄边遐，这是你的问题。迄当阵咱安怎想？人讲子孙歹势，好伊当年都是为着，所以咱爱有智慧来感觉。今仔日咱爱为家己感谢，讲我会当来到遮。你会当来到遮，但是咱爱了解，一个事件发生，是毋是爱有地点？是毋是爱有时间？你无地点、无时间、无人事物，要安怎解决这问题？所以回到历史的原点，任何代志要独立，你敢有法度通独立？有无？咱画几冬啊？啊，所以各位，我们已经喊几年了？啊，台湾独立，台湾独立，骗笑诶！啊，不可能的嘛，因为你在这个不明白你的主权，你台湾的地位不了解，不从法理，不从国际法，不从战争法去了解台湾的这个整个全面的面貌，你不要独立吧。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咱今日来到遮，咱爱有迄种相当的用心来了解、来看这边哈。所以今日有一个牧师哈，这牧师有一个我有一处听到伊的迄个正道，我哩电视，他讲这牧师讲足怪，
我这个负担一定要去台湾，印度的牧师啊，好，我一定要去台湾。然后神让他来对感觉的催促，我要到台湾传福音，这样啦。而结果呢，经过祈祷了，有影这些都行啊。啊，我叫坐飞机，有一天为哈、哦、坐在飞机上鸟瞰，台语鸟瞰要怎讲？从空中看，鸟瞰要怎讲？无啦吼，为顶观看，空中看，哇！这是一个美丽的岛，这是有影非常水、非常美丽的岛。哇！神叫我去台湾的所在，原来就是安尼遐尼水的所在。伊就来到遮，来到遮的时开始，伊就有一满半的负担，进入咱台湾的这社区，了发觉，哎呀，遮的所在人民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可爱，但是足可怜，无老爸。你会感受无？一个人，一个囡仔无老爸，这家庭囡仔未来将来敢会健康？绝对未健康，对不对？伊讲，这台湾人在台湾百姓无老爸，也活在啥政治的乱象。所以伊就满了一个负担，来讲将台湾人更多的让他认识公义的尊神。啊！你好，这百姓愈行愈快乐，愈行愈有温饱，也是一种的负担。所以咱今日行出来，干那客单也阁无够，咱爱有传道的精神，传道人的精神。看到人，来，你一定爱信耶稣，迄就是个传道人的精神。每逢见到人，你无信耶稣袂使。讲个歹听，伊甲我有虾米关系？无关系嘛，对不对？你讲起嘛，台湾人，台湾的百姓，咱爱了解，咱为什么拄着两个？来，台湾民政府，你一定爱上课。为什么？你了解了嘛？了解了，你变成产生了一个负担，对不对？看到台湾人，你就敢讲，任何一个台湾人，你就讲，来，你一定爱上课，你不来上课袂使，你上课了，你就会了解你家己。这就是那个传道人的精神，所以呢，要过来的是讲台湾落在政治的乱象中，所以到今嘛，国民党流氓政府 A 加不亚也无尴尬，所以呢，无感的政府，活在自我感觉良好，阿弥说哪里不好，那么好讲阿弥说，这高那个光复的那么好讲，啊，这嘛是有故事呢。但是我这不便跟您讲啊，书好我来跟您讲这故事。那么好，所以您翁袂当以后您囝有一查甫的，袂当和迄个那么，和那么好，伊就讲那么好，迄种误解啊，造成误会啊。那么好，袂使哈。以后这故事书好咱讲了哈，这袂当讲这方，全世界听到以后听无哈，连刚才时间。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政治的乱象。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我你睡的话，原住民好多啊，这高山民族有泰雅、布努、鲁凯、百万排队弯弯的啊，彪马啊，国民党啊，迄个啥，迄个流氓政府叫我卑鄙男人族，我唔是卑男族哈，我是彪马哈，我是安怎？我的脚车下面车是彪马，我顶管车是大汉，所以那是讲流氓政府搞讲是被淘汰族，我被淘汰族，这就是讲从综合起来，所以你看咱的老人，你看咱的家属，你看你高追，甲告嘛一讲话呢，我搞你敢知？你看我唱歌，伊唱歌嘛会听，谢谢就好唔好，对不对？咱的环境。那伊嘛是，这吼南非加咱的标号，南非的查某囝嫁予咱，阮宜兰泰雅族，生出来嘛会通，你看会拍电脑呢，外高你敢知，佫无穿衫，
连讲去，伊即摆有来上课，也袂要后期要来上课。哦，你看伊乌乌乌，哦，因囝生出来又水啊。即顶冠遐是大雁，即下面是南非，啊，即很难。所以即组合啊，即、哦、阿嬷就讲看到孙，而且你看，床脚有一个有一摆啊，即拢总系高的人。哇靠！你敢知道？哦，节省能源哈、啊，因为油价涨啊，节省能源。高也六，囡仔也过坐地铁，你阿掉哈？哦，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高也。哇靠！你啊，哦，这台湾百姓永远是啊，啥物拢来哈、哦。啊，阿妈看讲哈、啊，台湾人啊，哈、哦，这是一个非常好，这个是啥物人知啊？这啥物人？哦，塞德克巴莱啊。巴莱是塞德克是一个人，巴莱是真的人，安尼的哈，真的人安尼。所以呢，这福尔摩沙是不是水？台湾是不是水？哈、哦，足水美丽哈。那个北港西有人在滴到，也唱，看到一个人哦。哦，北南西有人在无？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吼、哦。咱是安那读册呀？啊，中国的咱都知影，咱台湾的北南溪也唔知，秀姑兰溪伫倒，知无？哦，也个袂歹，秀姑兰溪也个有迄条吼泛舟啦吼。秀姑兰说，足可怜的，家己家的所在边啊，隔壁厝是虾米人？莫怪公务吼，住二十十栋拢唔捌招呼。哦，对面是虾米人？知影，但是拢唔捌讲话，悲哀无助。惊吓，无望，就是国民党流氓政府造成的啦，吼！所以遐尼水的所在，吼，遐尼水的所在，美丽的所在，咱是不是爱了解？这名叫佛罗萨，非常水，啊，唔是干那只尔，你看，吉兰港有水无？有一处少年人坐到吉兰港的对面遐石头。两个谈情说爱，哦，你看迄港口大船一排啊，啊，伊个手就开始碰，开始两手牵手，感情如何？哦，这是好的所在，哦，感情较会好，对不对？哦，你看咱的台中港、国际港，哦，你看咱高雄港，哦，高雄港，咱高雄港暗时啊，哦，你若是讲迄个去爱河。位遐看是足水足水，无输啊澳洲呢。哦，有人捌去高雄无？咱高雄人来有几个？安尼，你免讲，其他有捌去高雄无？尤其爱好哦，现济哦，水吼、哦，水对不对？台湾是毋是足水的？啊、哦，你看啊，安平港有人去啊？安平港是古迹，吼、哦、古迹，所以安平港伊毋是安尼样。你去迄个啥？迄、那个七股。我、哦、看迄个鸟啊，哦，我感动诶！看来迄边个建设都是日本人做诶，好、哦，日本人做诶。啊、哦，你话花莲港，花莲港是比较开的，然后货运啦，哈、哦，货物啦，花莲港。咱的玉山，哦，水噶，你看，哦，我们的玉山，喂，玉山，无落来啊，无紧，玉山足水诶，好、哦，所以佛摩萨是毋是水？有水无？所以这条歌是安怎？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我的名，摇啊摇，摇啊摇，笑啊笑，哈、哦，永远抱着美丽的梦。这有人会晓唱无？会晓唱举手。哦，两个尔哦，要学无？有影哦，真的哦。来，我们给自己鼓励一下。用你上水的声质来唱这首歌曲，非常的好。我唱一摆吼。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的梦，要听无？要学无？要不要学？要学的了。嗯、你要学啊？好，我们的阿妹组哈、哦，来，
咱这回来哈，这回来请哈。佛摩萨达涅邦达涅爱，请求阿不求观涅名，有啊有啊有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佛摩萨达涅邦达涅爱，无但诸圣道归光，有啊有啊有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佛摩萨达涅邦达涅爱，无患不愧待期待，有啊有啊有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你感动没？阿母叫我的名，伊种的感觉是安怎？囡仔，我是恁妈妈的。咱妈妈的名，阿母的名叫什么？台湾，对不对？几啊十冬，阿母穿的衫拢破，各各老甲臭味毛。无一个子孙为着咱阿母要穿个外套，努力打拼。细汉的时阵，阿母摇啊摇，笑啊笑。今仔日你对恁阿母安尼讲，妈妈，足歹势。咱过来唱这条歌，用咱的感情来唱，还好无？佛摩萨达涅邦达涅唵，请求阿母救阮的命。哟哟哟，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佛摩萨达涅邦达涅唵，无难诸圣道归光。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佛摩萨达涅邦达涅唵，无妄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会晓唱的，站起来好唔好？会晓唱的，来，会晓唱的，站起来。来，袂晓嘛，无要紧，爱勇敢的，我爱唱，会站起来。啊，来站起来。这个是咱阿母。又一次甲恁讲，我的外套也阁臭味毛。恁今仔日参加民政府，是毋是有才调有法度将咱阿母，伊的名叫啥物？台湾，外套这三人活起来好无？咱是毋是爱努力？佛摩萨达涅邦达涅唵。请求阿母救阮的命，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佛摩萨达涅唵达涅唵。无但诸圣道归光，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阎王不丢比涅邦。
Formosa dan ebang dan e ai Bohan bohe dan kita Yo a yo a yo siu a siu Yang guan bu tiêu bi de bang好，咱今麦男士接对，啊，女士站起来，啊，男士也唱吼，来，好，来遐，来安尼吼，好吧，那查某下来，女士来，佛摩萨，大声，咱的爱。啊，不叫阮的名，摇啊摇，笑啊笑。哟啊哟哟修啊修阳光普照美丽梦来男士第一条来女士坐下那张的那么陌生的你吧的你啊来女士忽然忽现到归国哟啊哟哟修啊修阳光普照美丽梦大家都站起来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无安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阳光普照美丽梦第三个来一拜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无患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修啊修阳光普照美丽梦阿姐在座为人种感动白晒老家我是不知道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感动的人会来跟我说几句话好不好来来说几句话为什么你会感动他我相信他内心很多故事我来分享一分钟好不好我们中这些有心志的要来为台湾出力的这些兄弟们大家好我要来参加这个听讲的时候我是很愿意来但是我有很多阻碍终于我突破了我来到这里我又唱了一条歌是我细汉的时阵，已经过。我细汉的感受，真是真无的。所以我听了这条歌，我无法控制，我心痛感触，我真正爱台湾。爱台湾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正常的生活。可是，人有因的权利，咱无。今日，咱感谢咱这个前行前辈，会当有这条歌，当予咱大家来唱，非常的好。我们台湾要出头天了，谢谢。台湾确实是一个真水的所在。
我较早遮尔穷，爸爸捌去上海做军夫，妈妈在家养我们，没钱，没钱自己要去捡破烂，那种生活都够了。咱嘛无爱过咱的子弟，过过迄个生活，所以大家一定要打拼出力。64岁了，我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了。这首歌太漂亮了，太美丽了。希望咱大家甲台湾这块番薯仔都。加油啊油，烧啊烧，好唔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我相信咱做一个本土台湾人，为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咱的目屎到即马拢也袂停，拢流流流到遮。咱今日福摩萨这种歌，予人搁一处的感动。但是无论安怎，咱还阁倒转来，爱了解今日侮辱咱的是虾米人？中华民国刘邦政府伊是无良的政府，好、哦，没有人性，自私自大。请求先跟讲诶，神蒙蔽了他的眼睛，一个骄傲自大，迄种的人是神蒙蔽他的眼睛，所以活在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是刘邦政府在台湾所造成的。我相信不是跟这位咱的同心安尼尔，足济，好、哦、外口足济咱的阿公阿妈，好、哦，今就是讲，你看，因的逻辑是安怎？好、哦，我把你，好、哦，我们高山民主记得这一句话，尤其对咱的阿美族讲，好、哦，马英九安那讲，我把你当成人看。我还要教育你，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事？这是什么逻辑？对吧？所以哈、哦，你看，有人哦，支持伊也去台当的时，马总统，我就是支持你的，你怎么都没有来？我讲，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必安的呢？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这种的逻辑是什么逻辑？要再来就是，哦，但现在有饭堂吃很多人的，一个便当吃不饱啦，你不会再买一个？不是，去边啊客啊，这种的人会当带领咱台湾人吗？干那侮辱尔，什么逻辑？哦所以吼、哦，咱爱进一步了解本土台湾人。今仔日，咱受到不了哎呀，践踏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尊严，好、哦，然后剥削我们台湾人的权利，奴役，把我们当成奴役来看待。啊，你了解不？有人讲，国民我顶回去伊人讲，啊、哦，你看我挂美国国旗，伊马上讲讲讲，哎，从小这个中华民国给我们教育，给我们辅导。你应该没有一点一点恩都没有吗？你看，太侪台湾人也过安尼讲诶，对不对？我不少个也无感觉咧。所以啊，爱觉醒，人囡仔生出来了，负责就开始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负责就开始咯。你看，所有少年人读册时都爱那学贷，哦，囡仔有学贷给他收看没？足侪人啊！非常感动来到民政府，像那个咱的秘书长安那讲，当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决定那个执政了，所有91%的人学贷一笔勾销，欢迎我啊！向我们秘书长鼓励一下，咱是不是有帮？台湾民政府这执政了，咱就有帮。你看，什么都涨。什么都涨，你这种面，你看，哦，涨好刺激，刺激起来就讲人权目睭，你看大镭，
吼、哦，人安尼刺客去安尼，啥物件互伊，就讲眼前目睭个大泪要吐出来啊！这种的人，吼、哦，所以这敢那是活在伊家己的感觉内底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哈、哦，流亡政府篡改了历史，咱即马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我过来。你看这次火灾的那个灾难哈，引起咱台湾民政府非不台湾人非常可怜，即个壮年人哈，壮年人咱都要讲的，无工课通啊做懊恼啊，哦失业，哦头工工课哎个头路也无啊，对不对？囡仔到学费也无啊，免咯，哦咱有贷款、车款拢来啊，这一个人壮年班啊啊壮年人，伊讲啊惨啊。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好，要怎樣，有很多人，有嗎？有這種的人有嗎？沒辦法，現在要找頭路，我們現在的子孫喔，開始怎樣，外流這樣，外流這樣，知道嗎？你不努力，你不打拼，我們的子孫現在這裡外流，你看你們家的外流，我很想念我媽媽，我很想念我爸爸，你們的子孫都在外國也好，你要等一世人皇冠安尼吗？敢有需要安尼？咱即卖少年人，台湾无工课哪做？拢要去外头？这是一个国家，这是有权有力的、有能力的这个政府来管的吗？所以咱来觉醒起来。这种画面，你免看，也是心肝非常的疼的，你知道吗？非常的疼。你看，咱的老人，咱都要讲的，咱都讲老人。会知时啊，透早，拢是咱的爸爸妈妈。手干那看袂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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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目屎流甲。你会走路阁无法度，但是骑奥多麦外口，你敢知？加一包，加一包目睭安尼看，后边还阁一包脚呀，脚开开安尼，七十几岁。迄是虾米人？迄是台湾人？迄是恁老爸老母呢？这虾米政府？可怜老人，哦哦，找无工课，少年人非常烦恼。阿嬷讲啊，无依无靠，这可能未来咱就是安尼啦。咱无够努力起来，吼、哦，为着咱子孙，你话咱查某囝嫁出去，翁也无头路，转来看到妈妈是刁妈，我唔知要安怎过，妈，我唔知要安怎过。这囡仔，妈妈少年呢，哦，油涨啊，铁涨，日用品拢涨，哦，奶粉无啊，少年的妈妈伫遐好。哦，等阮囝要安怎食，我也无天啊！阿妈伫徛伫讲，哎呀，这查拉政府，我这人是甲这共款，郁卒的心情，吼、哦，所以咱爱思考，咱今仔日无努力，无打拼，咱毋知要安怎解决较好。所以台湾未来要安怎解决，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咱。嘛是讲到遮，咱休困十分钟。哦，今日咱爱努力。哦，咱今日来到遮，有感动无？有感动的举手。但是问题毋是到遮尔呢，感动也无效呢。感动爱去安怎？甲做家暴的人拄着人安怎？讲讲啥物？哦，办身份证，身份证爱几分？哦。咱迄落接受高等教育，迄落高级班教育，爱个几个人？爱靠啥物人？开咱所有个，对不对？咱的努力个是足紧的执政啦，啊，那、哦、是每年中差不多是年中，哎、欸，那是讲咱努力，咱就差不多啊，无咱搁拖后年，吼、哦，咱努力拍拼好唔？好，给我们自己爱的鼓励来。好，感谢。请起立。起立。休困十分钟。